天赋点数增加到了130点。角色方面，一共有9个人进行了调整。首先就是机械师的雷弱属性降低，从原来的30%降到了15%。舞女削弱了多个盒子叠加的效果。修机的时候不能再使用滑步技能了，并且缩短了监管踩坏八音盒的时间。古董商挥棍子的消耗提升了2%。勘探移除了增加校准频率的低 buff， 然后把治疗的 buff 从20降到了10%。香香略微有上调，治疗所需时间从原来的增加30%减到15%。香水的冷却时间减少1秒。监管呢有3位，首先记录员的无效时间和记录最大时间都减少了2秒，沈月的冷却时间加了1秒。隐士的话，求生者切换磁极的冷却时间增加了20秒，密码机损失的进度降低了7%。小丑的火箭冲刺在命中飞轮的时候也有抗阻效果，还在每个地图都增加了2个固定的推进器刷点。不知道本次调整有没有你的本命呢？我是仪态，我们下期见喽。